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 Fairing Tools，我们两款一起介绍了好吗？这两款呢，有一点不一样哈、哦，我们等一下会操作怎样分别什么叫不一样了哈、哦，一个款呢是 WK806A 了哈、哦，另外一个款呢是 WK R806 了，R806。R806 呢是 R 代表是 Richard 啊，Richard 的那个功能。Richard 什么功能？等一下我们也操作看一看，怎么样使用了哦。我们先来那个 806A，这款中文我们叫偏心。什么叫偏心？看到那个压杆吗？会偏来偏去，偏来偏去啊，这个叫偏心哦。啊，偏心的功能是什么作用呢？我们来解释一下。这个铜管，如果你的割刀长时间了以后，刀片不够锋利的时候，啊，不够锋利的时候，你割的时候，这个管子的口哦，就会好像有一点涡形这样哦，一个涡形这样。如果是使用普通的 Fairing Tools，比如说 CT 500啊、525啊这些哦。就会直接压，然后直压的话呢，这个口径哦，这个涡形呢，可能就会一边开一边会折起来，而折起来的时候呢，你锁在空调管路里面呢，就会造成什么漏气啊，就会漏 gas 哦，啊，明白吗？就会漏 gas 哦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啦。那么偏心的作用呢，就是在这个涡形的那个。管子的那个口径哈、哦，它就会把那个管子涡形的推开啊，全部推开以后，那个压杆就把它压，到时候就不会一边折起来啊，就非常的平衡了哦。所以偏心的好处就在这里了，好吗？那么我们安装看看一下，这个是夹板好吗？夹板怎样装进去呢？这边有螺丝，看到吗？一边没有螺丝，一边有螺丝。螺丝的位置要插进去了哦，可以把那个夹板把它打开，打到最开啊，插在这个位置，串进去这个位置哦，先转上来先，把夹板打开，把它串进去了哦，串进去就把它夹回去，就能够推进去了哦。看到这个孔吗？一个一个孔呢是对这个口径啊，口径每一个规格好吗？这个有个珠啊，滚珠一定要推准，然后有你推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啊，有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一格一格的进到这个孔的位置哈，啊，对准这个孔呢，你才锁紧哈，好吗？然后你要放管子的时候，把这个龙门架推到最后面，把它打开。我们用八分之三哦，八分之三这个位置把它放进去哦。好了以后，把龙门架推到八分之三的那个口径，然后这边右边有一个架稳啊，架住这个夹板的固定它的，然后要锁紧。OK，锁紧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压杆压下去了哈，好吗？我们把它压下去。OK，第二个功能呢，这个压杆呢有。自动的，有自动的，压到极限的时候呢，它会通知你，就发出声音，哒哒两声哦，哒哒两声就完成你的工作了哦。我们试一下，把它压进去，一声，听到吗？好，现在第二声，第二声好吗？两声，好了，把它松开。然后右边的那个夹板也把它松开，松开了以后，把这个龙门架也一样推到最后面哈，然后把这个夹板打开，取出那个铜管，看到吗？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，不会压到太薄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好吗？这个就是 806A 的好处哦。来，我们把它拿起来。拿出来，这个夹板也是一样，把它打到最开。
OK， 拿出来了。我们换这个 R806 哈，装法也是一样，把它打开，把它锯开哈，插进去的时候就把它夹回去，就可以进到里面了。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有这个孔哦，也是要对准这个孔了哦。然后把管子放进去哦，也是一样，1/3。可以放好的管子，一样的推到我们的那个孔径的中间哈，看到吗？孔径的中间啊，它在会卡住的啊，这个位置就是准啊。然后把左边、右边的那个固定夹板的那个螺丝也锁紧啊，一样要锁紧。锁紧了以后就可以把压杆压下去啦。这个压杆就跟这个806的不一样啊，哪里不一样？我们看一下哦。这个可以调节它的齿轮的上和下，好吗？L 呢代表退出，退出就是压杆往上升。R 呢代表往下压，往下压，好吗？那么现在我们往下压就要调整到 R 这个位置哦，看到吗？调到 R 对吗？调到 R 呢就是往下压哦。这个好处叫做 reset 呢。怎么跟这个有什么差别？刚才说的这种要转360度，对吗？啊，这种不用，看到吗？我只要这样，它就可以把压杆压下去啦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有些地方很窄，很窄的地方，狭窄的地方，这个耳朵会卡住那个墙壁啊、板啊、铁架啊、其他东西啊，所以不能够旋转360度呢。那这个就派上用场了，我们只需要这么动，稍微动它都可以往下压了哦，不需要360度转了哦。那我们试一下哦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它到极限的时候，压到极限的时候，它也会通知你，也是一样，哒哒两声哦。你手感也会有感觉的了哦，当它一定到极限的时候，它会松开。一声，两声，好吗？OK，两声好啦，我们就要调回去什么？调回去那个 L，调回去 L，好吗？就可以退出了哈。退出也是一样，不需要转360度哦，一样的这样子，它就能够退出了，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舒服了，很简单使用啊，把它退出来。OK，退出来，右边的那个夹板的螺丝也松开。松开了以后，把它推到龙门架，推到最后面哈，把它打开，取出管子，看到吗？一样非常的平衡，非常的漂亮，好吗？OK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806的款型的使用方式哦，还有它的功能，还有操作方式哦，好吗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两款 Fairing Tools。谢谢。